地人的话说，就是睡着了和醒着没什么分别，吃饱了和饿了没什么知觉。我们编写的这些导学案呢，学校的成绩提升比较快，后来纷纷引起了当地的重视。说，哎呦，我的学生刚好是高二升高三，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他们嘛。我说我也申请嘛，我也申请，我也来教英语吧。爸爸妈妈去西藏支教五年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可以是一种考验，因为在这几年我学习都是靠自己一个人来。然后呢，毕竟他们那也是他们的工作，他们也有他们自己事情要做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们教师的工作啊很平凡，也有一点点的枯燥，所以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学生的成就。他们收到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他会发微信说，老师，说我英语考了多少分，我从来没有考过这么多的分，我真的特别感谢您，会让你真的觉得很感动。